我发现小绿蛋的屁股上鼓起来了，好像生病了。打开看一下，怎么鼓起来了？这么厉害，来看一下。远远的，好像是一个远蛋，还以为生病了，应该是一个远蛋。哇，这家伙太聪明了，它还会找缝隙咬，其实一点也不疼的，我都是装的，不信你们可以试一下，一点不疼的。太凶了，看一下生了几个蛋了，没很多，5颗蛋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还能下？它肚子里面有1颗，再下就是6颗了。它肚子里面那一颗蛋壳还是软的。感觉这次可以下7、8颗，太能下了。他们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。5只小可爱来了，还有1只很怕人，不敢上手，不让它出镜了。老5太怕人了，会飞了。老6还好，因为它还不会飞。老6还好，因为它还不会飞。老5感觉养不亲人了，好怕人，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去适应。